又到星期六晚黑啊，又到九点半啦。咁啊，呢个时段咧，当然就会有我哋两个节目小助理嘅出现啦。Hugo 同阿志咧就会出现喺珠江经济广播电台嘅直播室，期待我哋嘅主持人加入同我哋讨论。一首歌之后翻嚟。才华同身高塑造完美的欧巴，更要电发梳个靓挞西装加锯扒，无限量转画波子玛莎起细渣，这世代要够夸放飞感觉吧。凡有飛子幾千當散銀碎紙，一晚無法更要記得買粒跳戒指，立地做紳士，魔鬼上身的武士，今晚就要插仙，我講講故事。烦恼都清脱下，再恭喜发财，今晚你实脱单，心口有大啲理想变升华。Charlie Charlie Chip Bong Bong， Charlie Charlie Bong Bong， Charlie Charlie Chip Bong Bong， 欢迎之华。Charlie Charlie Chip Bong Bong， Charlie Charlie Bong Bong， Charlie Charlie Chip Bong Bong， 沙瓦迪卡。你一定要相信，在这个地球上的某一个角落，一定会有一个人在这里等着你。嗱，人与人之间最容易产生的就是感情了。学会选择性失忆是我们成长的标志。大时大节是把握爱情的最好时机。做人有口子，三观正好比老子。生意填晒更要买楼搞搞新意思。谁话我肤浅，揀女要揀懂阿姨。真爱就要勇敢讲出三个字。高声唱吧，一月买啦 ，LV、Gucci、Fans、老子、T T A G R C、卡地，你直头又唔买，只要够卡地。再买时咧，恭喜发财，钱恩任你花，今晚变做马云，皇马都听你话，再恭喜发财，天生个大买家。Supreme Love 当饮茶 ，Charlie Charlie Chip Bong Bong，Charlie Charlie Bong Bong，Charlie Charlie Chip Bong Bong， 太阳这样 ，Charlie Charlie Chip Bong Bong，Charlie Charlie Bong Bong，Charlie Charlie Chip Bong Bong， 啊，你个人啦，恭喜发财。恭喜发财，咁啊恭喜发财呢句说话呢，其实呢任何时候讲呢，大家呢都应该听到过呢，都好开心嘅。即係好受欢迎呢句话。係啦，冇错啦。咁啊当然啦，讲出呢句说话呢都好开心嘅，因为通常呢我哋係收到红包之后呢，我哋就多谢老板恭喜发财。即係有所收㗎嘛。係啦。先有所俾㗎。係啦，咁啊无论呢收过呢，无论讲过呢定係听过啦，都係十分之开心嘅一句说话。所以呢就恭喜发财，咁啊星期六晚咧，九点半打后咧，喺出现喺珠江经济广播电台就有我哋两个啦 ，Hugo 同阿芝咁啊，咁啊，啱啱咧喺呢个做节目之前咧，我哋就讨论啦吓，咁啊，喂，几大联赛全部开，晚晚有波睇，系啦，咁啊，当然啦，就讨论到我哋好好嘅 friend 啊，大波东啦，主要系佢，终于咧就有咗呢个扬眉吐气嘅一日啦，咁样，我哋都不得不服啊，
都算是忍辱负重啊。是啊，即是历经数月之后啊。是啊，从一月份俾我哋忍到依家啊。啊，扬眉吐气啦。咁即係听讲呢就几大联赛开波之后呢就慢慢有波睇，你话佢望到哎呀不得了不得了。哎咁啊。好咁啊东哥恭喜发财咁啊。哎东哥恭喜发财啊。是啦咁呢就呢边厢呢就呢个联赛呢当然就好开心啦咁啊。咁啊那边厢呢呢个国际奥委会主席呢之前几日呢就话呢个如果出年呢都系受到呢个新冠疫情嘅影响。再问日本系嘛。是啦咁呢就话可能呢即系出年呢如果举办唔到奥运会咁呢可能呢届奥运会呢就会取消啦㗎嘛。吓嘛。咁啊日本奥组委一听到哇梗系惊啦大佬唔系嘛。已经定咗出年嘅7月13号啦嘛。是啊咁啊於是呢錢㗎嘛。於是呢日本奧組委出嚟話冇呢咁嘅事我哋一定得嘅咁啊。跟住呢呢個呢個國際奧委會嘅主席叫咩話麥巴克啊。咁呢麥巴克咪 Benz 啊。所以呢真係。麥巴克咪 Benz 我前幾日呢係麥巴克係 Benz 一個高端型號。咁呢就呢個我前幾日呢我仔先同我講啊。佢咪諗佢個手錶真係。佢個手錶當然係希望唔開啦嘛。為咗個手錶。係啦為咗佢手錶。犧牲咁多運動員嘅青春係嘛。咁唔啱嘅佢唔應該有啲咁嘅思想㗎嘛。咁已經出年開佢已經賺錢啦係咪先。想賺多啲㗎嘛。係咁前幾日呢我仔同我講呢佢話芭比呀咁我話咩事呀佢話你知唔知巴克。咦佢屋企叫你芭比。係呀。即係唔係爸爸咁樣。佢自己創嘅。好得意呀。o k 我仔呢佢從識講嘢開始呢就叫我芭比。我個女呢而家啱啱識講啱啱開始識講嘢。佢唔知點解講嘢好遲呀。一歲左右就開始識叫我咁其他嘅字呢都講得好論盡但而家已經係一歲幾個月啦一歲差唔多三個月兩個幾月啦但係都唔係好識講嘢係都唔係好識講嘢我好急㗎係咪但係呢我又有信心因為有我啲基因㗎嘛遲就遲啲啦後發先至係啦厚積薄發一講嘢就念唐詩咁樣真的嗎是咁樣咁呢佢係點叫你我女好得意我女呢叫我講普通話㗎喎。我全家我哋喺屋企係唔講普通話㗎嘛。佢叫我係爸爸爸爸係好準嘅普通話。係啊。佢係咪純粹就係發呢個爸呢個音咁你覺得佢係普通話呢咁唔知啦反正佢係囉。佢係嗱咁但係真係好準嘅普通話發出嚟就爸爸爸爸咁樣。到而家为止都冇话叫爸爸就是爸爸、爸爸是两个音是不同的。是啊。哇真是神奇啊。好神奇的。个仔识叫呢就 Barbie。Barbie。因为 Barbie 和妈咪呢是比较对象的。是啊即是还可以理解一下。是啊。Okay, okay. 好得意。讲回我仔。言归正传。我仔呢跟我讲Barbie, 你知不知这个歌德啊我梗系知啦好紧要的嘛。老豆有咩唔知啊是啊同埋歌德呢根本上是一种欧洲的这个建築風格是啊是啊是啊咁佢話你知唔知巴克啊咁啊我梗係知啦巴克係音樂家嘛啊對對對咁、你話佢話你知唔知一個藝術家加個音樂家會變咩啊我話變咩啊變數學家我點解嘅點啊哥德巴克猜想咁難 get 啦咩已經好難 get 我即係手機用埋巴克添哥德賣咗巴克是啦是啦出賣咗巴克就變咗賣巴克是咁呢就好似巴克好似就叫巴克國際奧委會主席㗎嘛咁呢就嗱聲呢喂情商好高我發現而家真係做咗主席嘅人都掂呀點高法咁好高即刻呢就係啦咁啊我講嘅係呢個好極端嘅情況啊、我相信都可以舉行得到嘅咁嗱嗱聲鬥啊咪佢當時呢其實呢佢都係為呢、這個日本奧組委著想佢當時呢就話如果一屆奧運會呢又拖一年呢唔辦嘅話呢佢話奧組委呢即係呢個請住5000到8000人呢、這個負擔好重。的確呢即係企喺日本即係奧組委嘅立場呢本身佢租嘅場館啊等等啊
咁样，其实咧又要、嗯、即系又要撤租啦，又重新租过等等好多好多繁琐嘅嘢咧。系，其实我谂都损失都几大。系啊，如果真系唔开嘅话，点算？即系渣都冇咯，系咪先？而家叫跌落地可以揦扎沙，系咪先啊？即系补翻几多算几多啊？系啊，冇错啦。咁啊，好咁啊，好多 friend 咧都已经好知订啊吓，喺我哋节目期间咧，当然啦，可以通过呢个新浪嘅微博方式啦吓，喺、我哋两个嘅呢个微博嘅暗号贴入边咧，跟你嘅评论嘅话咧，我哋咧就喺直播室里面睇到啦，同你共同主持呢个节目嘅。咁啊，当然啦，咁啊，通过我哋一些事一些情嘅微信订阅号咧，都可以咧一边听节目咧，一边咧留言俾我哋嘅。咁啊，系就好似呢个 friend 话佢话。嚟啦嚟啦，佢话啱啱落班，佢话我呢种加班狗配不配脱单啊？咁啊，即系话即系都成差唔多十点咯，系咯，十点即系落班系一个好正常嘅事情啦、啊。夜生活先啱开始啊嘛，冇错。当然可能唔知会唔会攰啦，我唔知啊，加班啊，加班会唔会攰啊？你话啦，阿志，即系我觉得系睇心态啊，系冇错，系睇心态啊，心态好肯定唔会攰嘅，喺老板面前一定系表现得攰啊。咁你喺女朋友面前？你怎么会表现攰啦，咪先？系啊，精力充沛啊，一定系啦。我要十个咁啊，系啊，咁啊夜经济啱啱开始啊嘛，系啊，悭咗晚饭可以食宵夜，几好咧，系咪先？理论上嚟讲咧，宵夜系平过晚饭，但道理上一定系啦，系啦、啊。同埋咧，即系如果更加醒目嘅话咧，就譬如话好似我啲 friend 咁啦，星期三晚咧睇咗我哋直播啦，咁啊，咁咧就买咗我哋嘅呢个我哋推荐嘅呢个几种嘅几种嘅辣嘅鱼啦，咁啊。嗯，蜜奇啦，系啊，系啊，咁啊，蜜奇，我哋有呢、這个香辣鱼啦，咁啊嘛，有呢、這个老坛泡菜鱼啦，系啊，系啊，系咯，啊，仲有呢个金汤嘅呢个水煮鱼，咁啊、嗯，喂，三盒加埋咧，先至系几多钱啊？唔记得，反正好平，九啊八啊，好似九啊八，冇错啦，系啦，已经唔记得平到我都唔愿意去承认，再提啦，好伤心嘅事啊，系啦，咁啊，哇，你谂下九啊八蚊三份，哇，两个宵夜几开心啊，食一份嘢，食一份已经够啦，卅零蚊，你半夜起身再嚟多。铺宵夜系都得嘅，都得嘅系冇错啦但系咧呢啲优惠咧只系喺直播上面有噶，平时咧冇嘅，因为点解咧？因为卖晒咯。好多 friend 话 Hugo 嗰三种鱼仲有冇卖啊？冇啦，卖晒啦，唔好意思啊，咁啊 ，sorry 啊，唔好意思，咁啊，咁咧我哋咧上个礼拜都讲过啦吓，咁啊从上个礼拜开始啦，我哋逢星期三晚咧一些事一些情咧就加多一期啊，加多一期一些事一些情咁啊，我哋咧多一期嘅时间咧可以同大家一齐咧。分享多啲 email 嘅故事啦，咁样系啊，咁啊呢一期喺边度加咧？就喺我哋嘅微信小程序上面咧，视频直播嘅系啦，微信小程序视频直播咁啊，咁、我哋每个星期咧，我哋都提早啦啊，发呢个通知俾大家，大家咧就揿入个小程序入边，跟住咧揿嗰个提醒，咁啊一定咧就唔会忘记噶啦吓。周三晚，周三晚系啊，星期三晚，但系咧系八点半开始好咧，嗱有其实有三个时间选择嘅吓，第一个咧就系八点啦，第二个咧就八点半，第三。咁嘅选择咧就系九点。咁、如果九点半咧就唔知道工作日会唔会太夜啦吓，咁啊所以咧有三个时段选择，咁啊都希望咧我哋所有个 friend 啦吓喺我哋呢个直播期间，所有主持人啊你哋话事啊，系啊你哋话事，几点钟开始系八点啊八点半定系九点开始，你话事啊冇所谓噶吓，我哋听你哋，我系小助理嚟嘅啫，系冇错啦，不过唔好太夜啊，九点为底线啊，只有三个拣，系八点、八点半、九点。小助理加班系咪啦？有时啲嘢系咪啦？我哋都系有原则嘅，我哋都有心态嘅。有时系、這個、呢个 friend 咧就话 Hugo， 我依家咧喺视妇幼产房啊，坐咗一日噶啦，喺产房撑双低啊，希望咧双低保佑啦，我个 B B 咧快快健健康康咁出嚟，一定好快啊，一定好快。啊咁啊一定嗱，第一咧一定好快出嚟啦，第二咧过程好快啦，好顺利啦，咁啊，我哋未做完节目啊，已经出晒嚟啦，咁啊最紧要一定系健康健康健康咁，系跟住讲下你嘅要求，再帮你起翻个名，咁啊完美啦。哇呢、這个 friend 真系劲啊，佢话低低，系琴晚咧瞓觉之前，女朋友突然间毫无预兆咁提分手，系
虽然呢揽住一齐瞓。係。哇即係呢种画面感好强啊。但呢次分手呢我感觉到呢佢好认真啊。嗯、我哋一齐两年啦一直呢都冇结婚嘅意向啦。佢话呢近排时间呢家庭工作压力都好大。佢阿妈呢唔係好赞成我哋因为呢佢大我五岁即係女生大男生五岁、啊哦。而且呢个女生係三十五岁啦想嗱嗱声呢快想生 B, 仲要靠人工。嗯哦、我而家经济又负担唔起啦佢叫我呢佢叫我哋两个面对现实。佢、嗯、将我啲嘢呢全部放喺门口叫我去拎。啊！我点处理好咧？嗱，咁样咁首先啦，呢啲问题系咪真系嘅现实嘅问题先？有时咧，现实咧就好似一座山咁样。嗯，当然我哋每一个人咧都会有愚公有愚公移山嘅精神嘅呢个精神嘅。但系你要谂啊，呢个愚公移山咧吓系移咗几代人嘅，但系咧恋爱咧系唔等人嘅，你明白未啊？咁、嗯、所以咧，其实我哋喺恋爱面前咧，咁当然啊，分手咧系一件咧相当之令人唔开心、唔快乐嘅事情啦。毕竟系咁。多年嘅感情啊，摆咗入去吓，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啊？但系咧，作为佢系作为你嘅恋爱对象啦，其实女仔咧讲出呢啲说话咧，其实内心咧一样都唔好受嘅啊。咁啊，而且咧，佢已经即系咁有心思咁啦，将你整将你嘅物品已经整理好啦，摆喺出门口，放咗喺门口啦，门口啦。咁我觉得咧呢样嘢咧系经过佢深思熟虑嘅。而家无论你系点样赖死唔走又好，点样都唔点样都好啦，其实咧唯一可以。引起佢嘅咧，就系令佢嘅心咧更加之难受。如果你死缠烂打，你我唔走唔走咁啊，嗯啊，点都唔走噶啦，反正我就唔会离开呢间屋啦。诸如此类啊，讲呢个细神，譬如个狠话，其实好容易，但系问题咧就对呢件事有冇实际上嘅帮助咧？咁如果我系你嘅话咧，我可能咧就会拎起女朋友咧帮我执拾嘅所有行李，我先走咁啊。呢个世界咧有一句说话咧叫做退一步海阔天空，系咪先吓？我哋咧。尝试用时间换空间啊，再谂下咧再谂下呢、這个。在你們面前這些現實的問題我們是不是真的沒有辦法去解決如果真的沒有辦法解決的時候那就將問題就放在這裡是不是是啦關鍵就是如果這個面對的問題有沒有解決的方法、嗯、如果沒有的話、嗯、有時真的要面對這個現實其實對方應該都經過很慎重的考慮才、嗯、作出如此之決定的是所以這個時候呢為免大家的這個衝突和產生不必要的爭拗我覺得如果我的意見來說呢都是走的、嗯啊、36計走為水啊不得了這個書包拋得有點不倫不類不好意思我收回但系即系宗旨都系嗰句啦有时真系好似 Hugo 话斋啊退一步、嗯、海阔天空。系冇错。啊肥仔乜丁些事一些情佢话哇明年东京奥运会千祈千祈千祈唔好唔办啦。系。如果系嘅话我哋失业都有份啊加下工资都少咗三分之一啦因为我哋系日企啊。喔、哦哦、即系日本系企业咁样。系啦系啦即系佢真系好担心呢件事。当然啦每个人呢喺自己嘅即系利益面前呢系嘛。即係好著緊㗎嘛。係冇錯啦。咁啊、嗯、其實呢今日呢都睇到好消息啦因為呢呢、這個新冠嘅疫苗啊第一期嘅、這個。第一期係呀。係呀呢個報告。好樂觀喎、啊。係呀就出現喺呢個柳葉刀雜誌上邊啦呢個全球呢頂級嘅呢、這個醫療雜誌啦。陳薇院士啊。係呀係呀係呀。真係犀利。佢呢個方法其實呢今次呢新冠疫苗呢有幾種嘅方法嘅。係。有幾管齊下嘅。咁啊呢、這個呢係其中一個方法。一個其中一個方法。咁啊，當然啦，咁啊，睇埋其他幾個方法，然之後咧，睇下邊種從邊個點邊個出發點嚟製造呢個疫苗咧，可能係最好嘅。我相信咧，都係即係全球嘅所有嘅醫學工作者啦，喺呢方面嘅研究咧，其實都幾迫切嘅、嗯、希望咧盡快有一個最好嘅方法出現，咁啊，大家咧都唔使太擔心㗎嘛。係啦，咁啊，啱啱咧有個爸爸咧就喺呢個視父幼呢度等緊咁啊，咁啊，另外呢個 friend 咧就係 Hugo 晚上好啊，華迪啊，咁啊，我依家咧喺港医三院咧陪太太待产啊，足足两日冇瞓啦。希望咧上帝保佑啦，我太太顺利顺产 ，B B 咧身体健康咁啊。当然啦，一定啊，咁啊身体健康，同埋咧好顺利好快咁样吓，两日咯，大佬真系几攞命啊！喂，呢、這个 friend 喂，两老你哋八点好唔好啊？我九点要睇今日关注，你睇达哥系咪先？啊，系喎，真系啊，你真系啊！咁我哋唔止做到九点噶，系啊。先咁啊！我哋就算八點鐘開波咧，我哋都九點未完噶，未收噶啱啱先係一個
序幕啫。系啊，唔通你飞起我哋？唔同意，唔同意，唔同意。呢、這个理由不成立。系啊，系啊，唔同意吓。系、啊，系咁啊。好，咁啊，呢、這个 friend 咧，呢、這个 friend 咧就话，Hugo 前几日咁大雨，窗户冇浸啊嘛，咁啊，咁啊，吃一欠啦，长一智啦，系咯、啊。咁、嗯、我哋窗户上面嘅山竹啊，系啦、啊。咁啊，我哋咧个窗户咧就已经搬咗去一个高处啦。咁啊，虽然喺高处未算高啊。啊，冇浸啊，即系托赖啊。系、這個、呢个 friend 咧就八点半啦，取平均数啊嘛，中庸即系中国人咧，有时都系咁噶，折衷主义者呢、這个，折衷主义者。好，咁啊，咁啊，希望咧更多嘅 friend 俾到意见我哋啊，你嘅意见吓。嗯，相得晚上啊，十几年嘅低迷报道啦，有一个超级大难题，请教下两位。佢想约我食饭，个男生想约我食饭，但又唔出面约，叫其他人嚟约，我冇去。但佢一直耿耿于怀。前几日咧约打波，佢突然间话我唔真诚。喂，我去，佢就唔去。我拒绝呢个约球之后咧，佢又叫我去。但佢一直玩手机，就好少答理我。就算单独讲话咧，都唔理我。系咩意思啊？好纠结。佢究竟中唔中意我咧？嗱，呢个男仔咧，佢或者咧系对你有好感嘅，但系好明显啦，呢个男仔有两个问题啊。第一咧就唔识拍拖吓、问题都喺男生嗰度，问题全部喺男生度。作为一个女性发展，真系唔好担心啊，佢有问题啊，系佢有问题嘅咁啊。第一啦，佢系中意你嘅呢样嘢，或者对你有好感啦，未去到中意呢个程度啦。因为真系中意一个人咧，话知你啦，系咪先啊？面子是完全不值钱的嘛，在一个中意人的面子。中意一个人呢很容易是豁出去的嘛。是没错啦。咁所以呢这样东西呢就是第一，咁这个男仔呢他是不是很懂拍拖啦。咁啊第二呢、就是呢其实呢他还未够喜欢你。咁啊咁啊其实第三呢其实这个男仔呢有一个有一个几不好的一个心态啦，就是报复心理有点重啦。是不是即是你不理我、我又不理你那种啊。是啊没错啦。咁啊。我会倾向于第一种，你讲嘅第一种，即系佢唔系好识拍拖，即系好想约你，但系约咗你之后咧，佢又唔知点算好嗰种，啊，会唔会系俾个机会佢？会唔会呢件事会更加乐观啲？但我觉得咧，唔需要俾机会佢噶啦。真的吗？系啊，机会咧系俾有准备嘅人嘅，知唔知啊？好明显佢喺恋爱呢个方面咧未曾准备好吓、啊，所以咧嗱，听你听边个意见啦？我建议咧就呢件事咧到此为止噶啦吓，系嘛？好咁啊，呢个 friend 咧咩退一步海阔天空啊，退一步。人去留空啊喂喂好似啲 friend 佢都有佢嘅故事喎、啊、你讲嚟听下係啊点解会人去留空係啊听下你讲低低啊今个星期呢有一件事一直困扰我我唔知呢一些柠檬一些茶呢、這个价格可唔可以调低一啲？哇！我作为一个呢、這个价格敏感型消费者，我哋已经好低噶咯。系啊系啊系啊！佢话佢咁样讲，佢你知啦，一些柠檬西茶咧咁抵饮，系叫一杯咧又唔够起送哦，即系送俾佢啦，系啊。打算叫埋啲同事一齐点啦，佢哋居然拒绝，居然有咁样唔识货嘅同事，真系啦、唉，嗰杯鸭屎香柠檬茶，我一直都试唔到，心酸啊咁样。即系主要系同事不给力。嗱，我觉得呢样嘢咧就系不宜咧，你咧就系好人做到底啦。啊，正所谓咁啊，然之后咧，你帮佢哋嗌埋，俾佢哋试下，等佢哋欲罢不能嗰时咧，就嗌翻你噶啦。系啊，试完之后，你睇佢想点？系啊，冇错啦，真系有啲嘢就咁噶。系啊，以后佢又嗌你，点啦，一齐落单啦。我想请你，今次我请你啦。系啊，呢件事始终你系有赚噶，冇错啦，吓吓。OK， 咁啊，呢个 friend 咧就咁讲噶，啱啱食咗星期三直播嘅打节鱼啊，打节鱼，哇，呢个鱼都。好劲啊！叫打字鱼啊，系啦，啊，三只味都买咗啊，酸菜鱼同埋蚕嘴鱼咧就好好味，但啲鱼肉咧比较薄啊，你知唔知如果厚嘅话唔好食噶嘛，系咪先吓？啊，佢话咧，份量少，一啲都唔少啊，半斤装吓，啊，足半斤装鱼肉啊，唔计嗰啲配菜汤啊，系，一盒只够一个人食，系你大食啫吓，但味道咧真系好，嗱，最后边呢句最啱听，有时候啲嘢咧好食起身咧，你真系唔知道个量。去到边嘅，你真系忍唔住口，觉得哇越食越少嘅咁解。系啊，唔好食嗰啲嘢咧，你又觉得好大份嘅。系啊，哇，食几食唔晒。系啊，其实呢。
呢个咧同我哋个鱼嘅份量咧系冇关系，一啲关系都冇，系一个人嘅心理，系啊，心理作用好紧要啊！太好食啦，两啖食晒，系咪先？好似猪八戒食人参果咁，系咪先？一啖食咗唔知咩味，核都掠埋啊！系啊，核都吞埋咪掠埋，系啊，吞埋。好，咁啊，呢个 friend 咧就话呢、這个 friend 咧就咁啊，求点名啊！我同个先生咧，结咗婚两年几啦，呢两年咧一直咧喺求 B 嘅路上摸索啊，希望顺顺利利啊，有个得意嘅女 B B 仔啦，咁啊，嗯，佢话叫你点名喎、啊，系啊，咁啊，得意得意鱼咯、啊，掂啊掂啊，点咗、啊啊、名字实掂嘅咁，系哦，唔系唔系，得意得咸鱼，我顺理成章咁样，得意鱼啦咁啊，系咁啊，好咁啊，希望啦吓，我哋所有咧，希望有 B B 嘅朋友咧啊嘅 friend 咧，所有嘅 friend 都得偿所愿吓。嗯北京时间。22:00是啦，啱啱10:00嘅正点报时呢，同埋广告客户嘅声音之后呢，继续返返嚟一些事一些情啊。咁啊呢个 friend 呢就讲开视父友呢，突然间呢望住隔离嘅小低迷啊，四年前呢都系视父友出生㗎，越嚟越呢古灵精怪啦。子林你帮我叫下佢嘅名啊，佢喺度听㗎。咁啊好啦，咁啊子林你好嘛，咁啊嗨㗎嘛。嗨啊咁啊好，咁呢就呢、這个呢、這个 friend 呢就话呢咩话啊，佢话咧，Hugo 嗰个求开金口啊，今年咧祝我脱单啦，五月啊已经相亲咗五次啦，六月就要六次，咁啊，即系我唔知，应该系呢五次系咪即系即系都即系结果唔系点样咧？系咯，啊咁啊嚟紧啦，总系下一次会好噶。冇错啦，冇错啦。其实相亲呢种机呢种嘅机制咧，我觉得咧，对于咧确定呢个恋爱嘅关系咧，其实咧系最高效嘅。嗯啊，即系因为咧，即系对方或者系中间人咧，已经将大家嘅信息咧吓、都基本系大家都告知咗对方吓、容易达成最尾嘅结果嘅。啊，冇错啦吓。啊，呢、這个 friend 咧就系睇珠江台嘅超级辣妈，有一个辣妈讲一句大学见咁啊，系嘛？嗰啲辣妈其实小弟不才啊，都系我哋 friend 嚟啊，friend 嚟噶。唉，我哋 friend 已经成为辣妈啦，但系都系一件令人开心嘅事啊，因为咧真都唔係好想講你先係咪？唔係啊，都係件開心嘅事、哦。因為咧，其實有咗辣媽係咩意思咧？就可以傳承落去啦嘛、啊。你明白未啊？當然係、啊。一樣嘢可以，一樣個好嘅嘢可以一代一代咁樣傳落去，係、一件非常之好嘅事情啦。係啦，係啦，係啦。咁啊，大學見嚇。係啦，咁啊，第一啦嚇，第一係傳承嘅好處啦。第二咧就證明咧，我啲 friend 咧嗱，好易結婚嘅啫嚇。係啦，結婚之後咧就成為咗辣媽，你諗下可以見到辣媽嗰啲又都唔簡單啊。係冇錯啦嚇。好，手頭上咧。拎住一封嘅 email 嚟自我哋充满感情嘅电子邮箱啊 ，loveq@loveq.cn 吓 ，loveq@loveq.cn 咁啊，啲人相低，你哋好啊，咁啊，写邮件嚟啦，赞美嘅说话咧喺之前嘅邮件讲到好多啦，今次呢封咧，希望咧可以被读出嚟，咁啊，诶，咁啊，即系今次呢封佢就唔系太打算赞我哋，其实复制黏贴好简单嘅，系，如果你写咗咁多封嗬，系啊，我谂复制黏贴都好几页啦，系。系啊，对于我哋嚟讲，系咪先？我哋真系一啲礼多人不怪，啊、因为我哋听多听到好多呢句说话咧，即使有啲重复，我哋都分辨唔到噶。我哋同样都会好受落噶。系啊，系啊，系啊！哇，呢个 friend 啊，阿志火火。今日冇上嚟嘅咁样，佢、哦、上嚟嘅话，你哋上唔上嚟都冇所谓。话呢个 friend 系即系好火火啊！啊，呢、這个系咪火火？你自己换个小号发噶？啊，有 fans 都话火火真系。Okay. 嗯，好啦，咁啊，佢话咧希望咧今次咧可以读到出嚟啦。咁啊，5月20日冇咩送俾李生啊，毕竟咧我哋嘅距离有啲远啦。今日朝头早咧起得有啲早，趁住咧仲未上班。再写一篇流水账以表达爱意作为礼物送俾阿李生啦，咁啊，嗯，哦，呢封嘅 email 咧就系嚟自于咧5月20日啊，520嘅朝头早，咁啊李太写嘅，咁啊，嗯哼。
李生呢真係一个有求必应嘅人啊，只要呢我想佢做嘅佢都会做。譬如话成日会唔会太完美呢咁样。你想咩佢就俾你咩喔。世界上有咁嘅李生嘅咩，关你咩事呢？唔係即係你觉得呢个世界上有咁嘅人嘅咩？我都有啦。嘩真係犀利犀利。真係有啦，你完唔到㗎嘛。犀利犀利。哎黄生你要同李生学多啲嘢啊，你差太远啦。哎真係。啊只要我想佢做嘅佢都会做。譬如话成日问啲无厘头嘅问题啦，佢都会呢好耐心咁样一一咁样认真回答咁啊。就係知识面够。嗯啊咁啊。有时呢工作上呢遇到一啲有趣嘅事情啦，我会顺便发俾佢，要佢呢做一次呢俾我睇咁啊。佢都会去做。能力高即係能力好强啦，呢个即係李生。唔单止知识面广，而且动手能力强。哎呀哇去边度搵完美啊。哎譬如话呢我成日呢有事冇事呢就发几十秒嘅语音啊喺度唱歌，佢都会一一点开听完。之后佢讲只能够讲佢无聊啊呢样嘢。但係作为一个聆听者呢其实真係好需要啊。嗯即係人呢係好需要一个聆听者。哦、不过呢样嘢呢阿志啊，即係你有心去听同埋冇心去听呢其实都即係对方察觉唔到。分别唔大嘅啫，喺對方睇嚟，咁啲點開你擺張台度咪喺度唱咯，係咯係咯，跟住點開就係啦。你斟水又去廁所做咩都。你係咪咁樣講李生啊？我哋李生唔係咁噶，認真聽噶，馬先生仲可以點評兩句。哇！你好難捉摸啊，字啱啱你話李生點點點，呢個世界上有冇啲咁完美嘅李生係咪先？啊！你而家我講佢兩句，你又幫佢兜翻，你咩事啊？我話俾你聽。人呢一定係雙標㗎冇可能單標喎國際自明雙標係呀冇錯啦咁啊好譬如話呢我成日呢喺微信啦喺微博啦或者小紅書上面呢睇到一啲呢好玩嘅事情呢就會發俾佢要佢呢做俾我睇即使呢好傻好幼稚佢都依舊呢會做俾我睇啊再譬如呢有時候呢佢睇書啦要學習嘅時候呢因為呢唔喺同一個地方啊佢會先將我安撫好叫我去好地啦去瞓覺啦。唔好阻住我睇書。然之後呢佢再去忙佢嘅嘢啊。當然啦啊其實呢樣嘢呢其實周揚青都講過啊羅志祥永遠都係佢瞓覺之後再去搞其他嘢㗎嘛。係啦係啦再做佢自己嘅嘢㗎嘛。係啦即係呢樣嘢係估佢唔到㗎嘛。即係佢喺呢方面係做得好好嘅。但我哋咁樣套喺李生身上會唔會有啲唔好呢絕對係啦。人哋咁完美嘅李生你咁啦。唉咁啊当然啦十次里面呢总会有一两次呢总会有一次呢冇安抚好嘅咁啊佢俾佢攞住 quota 喎。你幻想怎么样係啦所以有时安抚得唔好呢佢呢就干脆呢摆低自己手头上嘅事啦咁啊佢真係呢好惯住我㗎从来呢都冇拒绝我所有嘅要求啊当然我都好懂事不至于呢咁无理取闹。李生呢会驚我唔开心㗎会好心痛我上班啦唔得人食饭啦会记住我所有嘅说话啦我嘅习惯啦我一切啦。每次呢上班遇到唔开心嘅事情嘅时候呢返屋企同佢发泄啦佢都会好耐心咁样听住我哔哩吧咁样讲一大堆咁啊。嗯咁好啦即係有一個咁嘅李生喎。係啦李生呢係一個氣精啦加馬屁精啦。最咩呢個總結喺呢度原來係咁。佢每日呢都會自導自演所以呢我都會樂趣多多。每次視頻就愛截我嘅醜樣照發俾我睇住我發大火但呢佢就會嚟一句我鍾意嘅越睇越鍾意啊我心諗扯啦你係啦真係取笑完我又講呢啲係咪係啦李生呢煮餸呢好犀利啊雖然呢我仲未曾食過咁啊但佢自己煮飯嘅時候呢都會呢將啲菜呢影俾我睇睇起身呢唔錯㗎咁啊我諗呢以後我個胃呢應該有著落啦。啊我心喺度諗李生呢咩都識所以呢有咩唔識呢就直接揾佢佢都會教我㗎。如果佢都唔識嘅話呢佢就會百度搜索咗然之後再教我咁啊。其實呢我自己都可以百度㗎但我就係懶。咁有李生使乜你自己百度啦係咪先哎呀。佢就係你嘅百度㗎嘛。哎講咗咁多其實呢就係一句說話李生呢對我真係好好好到呢我可以做一個任性嘅
小女孩。哎呀，啊，佢而家瞓醒嚟揾我啦，发咗首太阳俾我啊。佢知道咧我中意听歌，所以咧佢琴晚练到点几钟啊。佢平时咧系个早瞓嘅男生啊，大概11点钟咧就瞓觉啦。所以咧真系好感谢李生。我今日嘅流水账咧到此为止啦。嗰日咧再有闲情日志咧，再继续同你倾偈啊。祝大家幸福快乐，唔止5月20号，祝商城咧越做越好，支持商低到80岁咁啊。即系佢又唔系赞我哋，主要系赞李生啦。系、okay. 啊，但系咧真系好开心啊！所以咧，将呢首歌送俾阿李生李太，希望你哋一直幸福落去吓、啊。期望每朝早起身一吻红的脸，共回味情梦最甜，神仙早餐奉献。期望每朝。一切一切共分享，爱是这样甜，共做晚餐谈笑，你要呷醋我乐宴，饭后理直无言，还未着上多温暖，期望每朝早起身一吻红的脸，共回味情梦最甜，当天保持放身边，期望每朝早翻工衣着同挑选，一切一切共分享，爱是这样甜，住在这小房间，说说笑笑也缠绵，但愿我的旁边长伴有你天天。餐谈笑，你要呷醋我乐宴，饭后理直无言，还未着上都温暖，住在这小房间，说说笑笑也缠绵，但愿我的旁边长伴有你。来自谭咏麟一首旧歌啊，爱是这样甜咁啊。好咁啊，爱情咧都系你浓我浓嘅时候咧，总系咧好甜嘅吓。但系咧，爱情咧需要经过嘅考验咧，就话大家有时咧对事情有唔一样嘅睇法嘅时候咧，其实咧就未必会咁甜噶啦、啊。但系呢个 friend 好甜、啊。佢系因为疫情咧呢段时间好多人身穷啊。头先我掀咗掀我本字典，发现入边咧有差唔多2000蚊。啊！哇！嗰一阵我都要睇下钳下我其他书本先。哇！你得闲咗啲钱都食喺你本书度啊！哇！真系劲、啊！喂，几多钳都差唔多2000蚊喎、啊！喂，你真系甜啊！你唔系佢咧就习惯用呢个钱嚟做书签啊！可能系啊，即系实在冇钱使就钳下本书啦咁啊！果然喺佢嘅字典里边系冇穷字嘅。系啊，唉、哎，书中自有黄金屋，哇！不得了啊！你喺我的字典里边系冇穷字嘅，打开就有钱啊！不得了。唉，真系读书真系好啦！啊，你劲啊！你唔系唔识字先查字典啊？字唔知唔知，反入边有钱。唉，冇理啦，有钱系啦啊！捡咗2000蚊啊 ，OK 啊你。系咁啊，啱啱咧讲开啦，有一个幸福嘅呢个李生李太啦。咁啊，手头上咧就拎住一封嘅 email 咧，好似就唔系咁幸福啦。啊，不过咧唔幸福嘅事情咧啊，当然啦，佢自己都唔开心，所以咧就希望咧我哋咧同佢谂。咁办法吓 ，OK， 冇问题吓。我结过一次婚，大学毕业之后咧就结咗婚啦。我家庭条件咧还算可以，第一段婚姻咧系做兼职嘅时候咧认识嘅，一齐无耐咧就结婚啦。我知道对方家庭条件咧唔好，但系咧我又好想结婚，所以咧我根本唔敢提出摆酒啊，唔敢提出礼金啊，诸如此类啦。哦，即系唔敢提都照结婚咁样样。嗯，因为太中意对方啦。OK。嗯
所以咧，有時咧，即係我哋咧避免呢個衝動消費之餘咧，其實咧呢個婚姻咧都喂，而家唔係避免衝動消費啊，避免報復性消費。你有咩？好驚啊！阿志，你有咩？你避免啊？如果我攣下攣下有啲咁嘅錢，我會啊，我翻屋企攣下啲書先。如果冇，你會點啊？冇啊！唉，唔知啊，都好啊，睇下書啊，係啊。唉，都系件好事啊！咁啊，咁啊，真系咯，结婚啊，特别咧，自己咧即系读紧书嗰时啊，大学毕业咁啊，啱毕业啊，系啦，大学嘅期间做兼职识咗个男生咁啊，咁其实咧对社会嘅了解咧，其实仲系相对嚟讲系片面嘅，虽然咧你有出嚟社会做呢个兼职啦吓，系啊，咁啊，所以咧其实我都系奉劝咁啊，如果系咁样，唔系太了解，你又唔系咁啊，拍咗好多年拖啦，咁啊，青梅竹马咁啊，两边家庭咧都互相理解同埋认识。咁嘅情況之下咧，咁你話早啲結婚，其實我覺得 O K 噶，我個仔啊，我女啊，其實我都建議佢哋早結婚噶，即係以後係、啊、即係喺基於咁嘅大前提之下咧，其實早結婚一定係好事啦，咁係啊係啊，咁啊好啦，咁啊就呢個咧一下子又結咗婚啦，咁啊2010年我哋結婚，2014年咧我哋第一個 B B 出世，我爸爸咧提出啊幫我哋買樓，咁啊因為咧嗰個男生家庭條件一般嚇麻麻地，佢咧就俾得首期，於是咧我咧就嚟供樓。间屋咧写我名嘅，但好奇怪吓、啊，当时我家婆咧就提出话，佢哋屋企其他亲戚咧觉得佢哋咧靠外家好冇面子，诶、啊咁又想攞啲錢出嚟，咁都係好事嘅。係啦，我唔使靠你哋咁喎 ，OK 喎、啊，即係有啲骨氣喺度喎，係咪先？有骨氣都有子彈㗎，知？咁你冇子彈喎、啊，何咩？何咩有骨氣啊？係咪先？太殘酷啦！呢、這個事實，你唔可以將呢個咁殘酷嘅現實講出嚟嘅。OK， 我錯，我錯啦。好啦好啦好啦，对方唔系咁嘅意思咩？系咁啊，咁啊，对方咧就话想我帮手，家婆啊想帮手啊，做一个借据啊，俾佢哋亲戚睇下，咁啊，证明咧佢哋咧证明佢哋咧冇指意我娘家咁啊，即系意思系。我借住先啫，我又还嘅，唔系话佢哋俾钱咁样。唔系、啊，诶点啊？系咁、啊。我咧就写咗欠条俾佢哋，证明咧争我家婆同老公咧60万，我仲冚咗手指毛嘅，得唔得啊？证明啲屋唔系佢个，唔系佢出钱嘅，佢争我钱还俾我噶咋？系啦，冇错啦。哇，呢真系，哇，真系哇，呢个家婆啊，即系呢啖气真系真系掂啊！我都唔明你点解会嫁俾佢啫？乜就系真系好黐线。即系佢同我估系两件事，我估啊，唉，唔系啊，即系我借你嘅，只不过唔系话你出钱，我借住你先啫，我迟早还俾你噶，系嘛？唔系咁啊？如果系咁，就家婆自己。写张借据咧，使鬼叫新抱成？系啦系啦系啦，即系借俾佢啊嘛，即系呢个。借咩？你自己嘅逻辑理顺啲先。如果系你讲种情况，呢、這个家婆啊写张借条俾个新抱，系系，唉唔好意思啊，间屋我而家冇钱，我借住你先，到时还俾你咁啊。咁而家唔系，啲家婆咧要拎佢俾亲戚威啊，即系咧揸住张借据出去饮茶啊、买餸啊咁样。唔系佢出钱啊，佢争我啫嘛。争你睇啦，借据我随时代身咁。争我啫嘛，系咪？佢出钱应该啊，佢争咁多咁大条数。喂嗱，如果系咁样嘅话，我就唔信佢咁多亲戚朋友咧见过啊，我哋呢个女。主嘅签名嘅，同埋手指毛嘅，佢即系你先系隐瞒住自己写章系啦，系嘛？系啊，你点解？喂，好处心积虑、啊，即系唔使劳师动众。系啊，系啊，呢、啊這个啱、啊，呢、這个新抱又蠢、啊，系啊，啊哈，啊哈，嗱、啊，系咪先？新抱真系肯啊，写咗啊，揿埋手指毛啊，唯一嘅咧就系冇过数记录，系、啊、嘛、啊？即系佢话做假嘅啫，系咯，系咯，系咯。喂，大佬，嗱呢样嘢咧，真系可大可小。喂，但系新抱会唔会咁谂咧？反正我唔使俾你嘅、即系帮你做场戏啦。可能当时嘅出发点啦。帮你做场嘅意思好简单啫嘛，你自己写章啦，家婆。喂，无啦啦写借据啊，字你制唔制啊？咁啊系啊，即系到真系拗撬起身，即系讲唔清噶嘛。系啊，咁可能就谂住，诶、以后自己一家人都唔会有拗撬啦。系咯、啊，系咯、啊，系咯、啊，系咯、啊啊啊。其实你都可以写张俾我噶，你我哋就攞呢个实验嚟试下人心到底系点样。阿志有冇？嗱，我话俾你，100万就系你封嗰条数，你咩都唔好去，咩啊？咩都唔好去测试，特别系测试人心。唔系，你咩都可以测试。
事，就系唔可以测试人心，唔系唔一定啊，字总有例外噶。嚟啊，你写一阵间就写。嗱，我一阵草拟俾你，听埋封 email 先。唉，真系 friend 就提醒我唔好做呢啲嘢。如果系大团结局，你就写系嘛？咁我可以问，我可以读改。你想要咩结局系嘛？你问我得啦，系啊系啊。嗱真系人心真系唔可以测试啊！唉，咁你试下啊嘛，几好玩噶呢样嘢，系咪先？系嘛？有咁多 friend 做证，你惊咩啫？系咪先？惊喎，一啲唔惊。如果我系你，我一啲都唔惊，系咪先？系嘛？调转，调转，调转啦！呢样嘢边个提出噶嘛？系咪先？唉，哎呀，呢个新抱真系呢个新抱啊！啊，呢个新抱真系惨啦！系啦，系2016年啊，我哋咧第二个 B B 出世啊，因为第一个 B B 系女啦，第二个 B B 都系女嘅关系啦，咁啊，咁咧自从第二个 B B 出世之后咧，我同个家婆咧就多咗好多争执啦。嗯，我老公咧好忙啊，根本冇时间处理我哋嘅关系，梗系啊，呢个时候系人都扮忙噶啦，系咪先？啊，反正你自己搞掂啦。系，老公根本唔会忙到呢个程度，我同你讲。不过有时好难讲，老公喺呢方面可能真系会被资质吉噶，因为插喺中间仲更加难做。嗯，啊，都唔知点算好啊。唯有就回避啦，逃避啦，系嘛？嗱，我觉得咧，嗱，我觉得啦，虽然咧，我唔系一个好物质主义者吓，但系咧，我觉得首先你坦白讲，你住间屋系外父买嘅，系供楼啲钱咧系老婆供嘅，咁如果呢个时候，作为一个男人，我首先觉得啊，我觉得首先一个男人，咁你喺家庭嘅经济上边咧，你冇咩贡献嘅情况之下咧。你是不是应该氹好你老婆啊？是不是先？是咯，有所见树啊！你忙咩忙啊？唔见你供楼，系咪先？你凭咩忙？唔系，你忙嚟做咩啊？你忙嚟做咩啊？系咪啊？冇事忙系嘛？啊，所以咧，我觉得即系佢老公唔啱嘅。一定个老公唔啱，冇错冇错，系咪先？即系喺咁嘅事实面前，系嘛？你面对咁嘅事实，你应该好多嘢你自己系尽能力去摆平佢，冇错啦，系咪先？同埋生仔生女呢样嘢咧，根本上有科学根据啦，系咪先？吓咁啊，呢个唔系佢一个人可以决定噶嘛，系咪先？系咁，所以呢样嘢系阿妈又咁样，系咪先？咁我觉得啊，作为呢个老公嚟讲咧，真系做得唔够好，真系做得唔够好啊！嗯，系啦，咁啊呢方面咧就系回避啦，吓逃避啦，好忙，好忙咁啊 ，OK 啦，咁啊，咁咧就呢、這个加上咧我家庭啊，因为经济问题啦，需要资金周转，即系老豆嗰边做生意可能需要啲钱啦吓，系，我咧就谂住咧呢间屋去抵押借钱，我家婆咧就惊我啊。惊我屋企啊，有啲咩冬瓜豆腐咧，会影响到佢哋啊？有咩冬瓜豆腐，即系关你鬼事啊？咁佢谂住将屋攞去咩啊嘛？系抵押啦，啊，买一间屋冇埋咧，系咁，即系可能有呢个担心。喂，咁人哋嘅钱嚟噶，咁人哋嘅钱而家住得好地地，即系有时候依家好难讲噶，住得好地地啦，咁大家冇得住，咁呢件事即系多少有啲担心，我都觉得可以理解嗱呢样嘢，咁大佬，但你要谂，你虽然你可能咁谂，但阿志真系问到你嘅情况，你系咪真系作为你系一个理智人，你会唔会谂，喂间屋系人哋嘅，的确系，的确系，系咪先？自己虽然心里边咧啰啰挛，即系喂嗱，你大佬你真系攞啲钱去做生意唔好咯啩，好似啲银行借钱俾你咁啊嘛，系咪先？啊！你做实业唔系啊嘛，我借钱俾你炒楼噶、啊，炒唔系炒楼我借俾你，我做实业我真系唔借啊，系咪先？唔系，我觉得即系如果作为呢个男生嘅阿妈咁样谂咧，嗯，其实都可以理解嗬。但系作为呢个老公，你应该。即系呢方面嘅工作你要做啊嘛，唔系间屋系人哋出钱噶，好明显啦，好明显个仔咧系唯唯诺诺嘅喺屋企，系吓，咁啊，嗯你当时中意佢啲乜嘢啊？真系啊 ！OK， 咁啊，咁啊，家婆咧惊连累佢屋企，咁啊，所以咧打死都唔肯攞呢间屋去抵押咁啊。但问题系间屋系我噶嘛？喂，点解其实家婆话唔到事啊？吓咩家婆话唔到事啊？间屋个名字应该唔系佢家婆噶嘛？系啊，所以佢就唔制啦嘛，嘈啊嘛吓。咁啊，加之咧，我屋企做生意只系周转一下，完全有能力还嘅。啊，当时咧佢哋就好唔愿意，即系包括个老公啦吓。啊，呢啲咧就系只能够共富贵，不能够咧共患难啦吓。嗯，仲有咧，仲要啊，我写夫妻债务同儿子咧冇任何关系，各付各债咁啊。最后咧又讲啊，呢间屋佢抵押就要还清啊。借我嗰60万，哇！嚟啦嚟啦嚟啦，终于嚟啦！
啊，喂佢。喂佢可以講。你覺得我同佢家譜會係同一類人咩阿志。就算聽到呢度你都恍然大悟啦，你一陣間都寫張俾我啦係咪先。喂喂佢真係講得出口㗎喎。喂真係人渣喎，呢個人渣家庭喎。係呀、啊啊。即係姑且勿論即係家婆唔理佢點啦，咁、嗯、你老公嚟㗎嘛，即係嗰個係你老婆、啊、你都講得出口。係呀、啊。擺明呢份呢啲錢係邊個出㗎嘛。係呀、啊。係呀、啊。哇、哎、哇真係神奇、哦、神奇呢係咪先，所以呢婚姻生活呢唔單止啱啱你生你太呢啊呢啲咁幸福㗎都有啲唔幸福㗎、嗯、都有啲好神奇嘅故事㗎真係。哇、哎、居然真係夹硬嚟㗎。夹硬嚟㗎真係啊。Uh-huh. 啊实在太无理取闹啦。所以呢我呢就一气之下离家出走返咗外家。其实呢我同我前夫呢啊呢、這个前夫呢已经离咗婚啦。是。我同佢呢感情係几好嘅。佢好爱我只係呢唔敢帮我。咁有鬼用啊，我够爱你喇係咪先。係啦、啊、关键时候咁唔帮你叫爱你咩，系啊，我系要表现出嚟㗎嘛，系咪先？唔系晚晚靠做㗎嘛，傻女吓、啊。我家婆咧系非常之强势嘅女人啊，冇咩本事啊，但系咧就大声夹我。我开头咧离家出走，我以为咧佢哋摸我唔得，会氹翻我嘅。系，因为咧一直以嚟咧工人钱同 B B 使费啊，B B 嘅照顾咧都系我一手包办啊，哦、即系所有经济都系即系女仔呢边噶啦。所以啊，你又唔揾翻我啊？系啊，我断你粮咁样。系断你米路吓，系啦，系咁啊，有时咧女人咧就系、是、想人氹下，唔系想真嘅走嘅，啊谁知道咧、嗯、啊，我十号走啊，十一号咧啊，佢哋咧就系离婚啦，啊，哇，系，喂，对方系咪真系有钱冇？我谂住离婚仲要追翻嗰几廿万啦，嗯，系啊，系，系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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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咁啊啊一起之下就离婚，佢哋话对唔住啊，你我哋啊要求先离婚嘅。因为离婚啊先可以撇清你啲债务啊，诶、哎、到时你出面争到啲钱就唔关我哋事啦咁啊。OK， 仲、啊、有呢就还返个六十万。哇。呢个氹啊真係大啊。呢个氹啊真係大啊 ,60 万啊仲、uh-huh. 有个100万嘅等緊你。啊痴啊真係神奇啊。真係神奇啊。我嘅第一段婚姻呢就咁样嚟咗啦 ,2010 到 2019, 我最好嘅20岁到30岁为咗狗。绝对的，真系绝对，绝对系喂狗啊！系啊，好咁啊，跟住咧，我一年咧冇拍拖，好认真咁样工作，忘记过去，唔想咧再俾情情爱爱咧困扰啦。咁呢个时候咧，另外一个佢咧，一个男人咧就出现啦。嗯，2019年嘅12月30号，我买车嘅时候认识咗佢。诶 ，sales 系咪 sales 啊？或者一齐买车嘅咧？一齐买车互相搭讪啊？系啊。喂，我哋两个人团购啊，算唔算？都系一条计嚟嘅。识噶识噶，我哋识噶。系啊，两毛噶，平啲。系系平啲咁啊。嗯。咁啊，咁啊，我买车嘅时候认识咗佢啦。一个月之后咧，我哋咧就喺埋一齐啦。佢都系你哋节目嘅 fans 嚟噶。呢个咧亦系佢俾我佢俾我听嘅。哦，呢个咧亦系写俾佢听嘅。OK 啊，呢个亦系写俾佢听嘅。最近咧，我哋两个好多争执，希望咧佢可以通过呢个 email 咧可以明白我一啲嘅谂法。佢咧呢、這个买车时识呢个男人啦吓，佢咧结过两次婚，哇都好劲哇！系每段婚姻咧都有一个细路仔。我认识佢嘅时候咧，佢嘅第二段婚姻咧仲未曾离，我开始唔知啦。后屘问佢先讲啊，佢哋咧冇感情嘅，其实咧有我冇我咧都一定离啦。但系咧我唔系咁样认为嘅，我始终认为咧我系第三者。最近咧嘈交多咗。因为呢我既害怕失去啦，又恐婚咁啊，嗯係啦，又驚即係同呢个男人好驚失去佢啦，但呢又好怕呢再次结婚係咪先，嗯因为曾经有一次嘅伤害嘛。係啊，咁啊，而且呢就係嗰个男人凑住两个細路啦，咁我哋嘅女主呢有两个細路啦，咁啊两家结婚有四个細路，嘩都几架势㗎。之前嗰两个系跟我哋女主啊？唔知啊，咁如果嗰边冇钱咁样，喂你都难讲系嘛。係啊，而且又唔中意女。系喎，系咪先啊？如果见到女嘅欢天喜地咁啊，另计啦，系咪先？又唔中意，嘿，死包袱，系嘛？啊，咁啊真系好难讲啊。系啊，咁啊应该呢两个女，我觉得应该咧就归咗我哋女主。哇，真系四个咯，啊，几架势，喂，出嚟都威喎呢样嘢吓。半点报时，北京时间22:30。
系神奇咧啊！阿志啊，好继续啦吓，咁样我哋睇下佢有冇讲呢个细路跟边个先吓，系咁啊，系咁啊，最近咧我哋争吵好多啦，因为咧我既惊失去咧又恐婚，因为咧我哋有太多嘅经历啦，亦有太多嘅顾虑啦。我结过一次婚，有两个 B B， 佢两次婚，两个 B B， 咁啊，所以四个啦。我哋之间咧隔住一堆人啊。唉，咁啊，即系双方都有故事嘅人啦。系，但可能咧，因为咧，我哋都离过婚，所以咧，大家咧又好懂得大家嘅感受。嗯，所以同佢一齐嘅时候咧，我有时咧有啲嘢我唔讲，佢都明白。但系咧，佢系一个直男啊，从来咧都唔识花言巧语嘅，吓系处女座。咁好明显啦，你前夫唔系一个直男啦，好识花言巧语啦。咁你见到个结果啦，系咪先？系咯，啊，俾人咁样啊，呃法啊，系啦。系处女座啊！我嘅爱情浪漫咧，我系爱浪漫又经常忧郁嘅天秤座咁样啊，咁啱咯，系咪先？两个都浪漫又忧郁咁啊，咁啊，即系真唔知讲咩我。对方有一个直率啲嘅都好啲啊。系，我哋都想结婚啊，但系咧，我好惊输唔起，我应该点做咧？应唔应该俾多次机会自己咧？咁样啊？嗯。啊哈！咁啊，对方冇啦，冇啦，冇啦，就哇，仲唔够啊？仲唔够精彩啊？唔系，我想知道即系嗰四个小朋友。嗱，所以咧，好呢、這个呢、這个好彩冇转账记录啊！如果有转账记录，衰硬啊！系啦，咁啊，照翻咧，对方肯定会食住上啦，即系以对方嘅呢、這个即系家人咁样嘅品行啊！好彩嗰边咧，应该系对方咧咬佢唔咬唔入啊！如果咬入，佢都会咬啊！我觉得一定咬翻三万都好啊，六万都好咬翻。啊，反正咧就你就肯定咧就会即系嗱，攞身彩啦，唉，咁啊，好咁咧嗱，首先咧你都自己话斋啦，二十岁到三十岁呢个最美好嘅年华咧，为咗狗，咁呢样嘢我都好同意噶，咁啊，第二咧就系话其实你而家系咪真系咁迫切想结婚咧？你哋两个可唔可以拍住拖先，甚至乎同住居先咧？系咪先？因为其实如果吓你呢度冇讲啦，咁我估咧两个女系跟你嘅吓，因为对方唔中意女啊嘛。咁啊我唔知道嗰、那个你而家呢个男朋友佢嗰两个小朋友系咪跟佢咁啊？如果系咧，即使系有一个跟佢嘅话咧，其实你哋以后嘅婚姻咧，正如你话斋，中间咧系隔住一堆嘅人嘅咁啊。当然呢一堆人里边咧，其实除咗小朋友之外咧，仲有双方嘅家庭嘅其他嘅成员喺入边。咁所以咧，我觉得咧，既然系咁样。最基本小朋友可不可以和睦相处已经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如果不是日日见到就打架吵架的话，绝对会影响到你和他的感情，因为你是一个后母，他是一个继父，这样即这个后底下恰这个前妻的小朋友，或者这个继父对这个之前的前夫的小朋友不好，好这些呢都故事时有发生，是啦，即是好像大家都比较容易理解解系嘛？系冇错啦，因为咧，大家都觉得，你肯定帮，你肯定帮住你嗰个啦，你肯定帮住你嗰个啦，系啊，做唔到一碗水端平啦，所谓吓，咁所以咧，其实呢个问题咧都系好值得你考虑。你都话咗啦，中间隔住好多个人，所以咧，其实我真系咧唔系太赞成你两个即刻咁快结婚噶。虽然咧，可能你两个咧对婚姻都有你嘅渴望啦，但系我觉得咧，仲应该系摊动啲，甚至乎即系嗱，其实咧，我哋喺节目里边咧，似乎咧十七年嚟从来冇赞成过人哋同居，但系我觉得喺你哋呢段关系里边咧，不妨一试，等小朋友都住埋一齐尝试下，系咪？即系一家人咧，即系睇下呢个可唔可以有机会，唔系，可唔可以和睦共处啦？喂，但系从另一个角度，我谂咧，就系我觉得呢个女写 mail 嚟嘅，我哋嘅 friend 咧，应该好中意呢个即系呢个男生啦吓，即系新嘅呢、這个，因为咧。大家都，我相信大家有个婚，有之前嘅婚姻嘅情况下咧，大家相对而言咧会谨慎好多。但系佢两个就相识咗一个月咧，就话都系大家都喺埋一齐啦。咁会唔会即系呢个男生对于佢嚟讲咧有好大好大嘅吸引力啦？咁样咁啊，好爱对方嘅同时咧，先会咧咁快咁考虑呢件事情。道理上系应该慎重啲嘅。系啊，啊吓，咁啊，所以呢件时候咧，所以咧我即系都好同意 Hugo 话斋，呢个时候你真系要杀一杀掣先，杀住掣先。
嗯啊、我即係感覺到你嘅愛啦，但係都要殺住制先。嗯，更多了解對方，同埋你所話嘅中間隔住好多人，你都需要時間去了解。係啊，因為呢啲呢隔住呢幾個小朋友呢，其實隨時呢可以令你令你同佢呢個婚姻呢出現危機㗎。嗯，所以呢樣嘢我希望呢就係慎重慎重。多啲時間了解下你中間隔住嗰啲人啊。係啊，你知唔知到時其實我哋個女主呢，如果同呢、這個同呢、這個男主呢結咗婚之後呢，分分鐘仲有新嘅細路。是不是哦，是哦。是啊，好似不可以生了。为什么不是啊，人家结婚为什么不可以生小孩啊，是不是说即是自己有对方又有咁又跟自己好像法律上好像是不给了，是吧，交钱得不得啊，喂你惡囉咁嘅人都有唔係唔係，我真係唔知呀、啊、我唔知呀、啊、我都提啲疑問，好似我聽過係好似係唔得招生係好似係要交罰款㗎，我意思係哦係啦、啊、即係唔係話有錢大曬，即係反正招生一定要罰，是啊是啊是啊，罰即係罰咩都係罰錢啫。是吧，罰你再生個。OK,OK, 是啦是啦。是啦哎咁样、啊。即係反正即係你兩個人之間應該就好似你話齋啦，即係好似風喵話齋啊，其實都有幾多問題嘅。嗯。其實都謹慎啲我覺得就。哎冇錯啦，咁啊所以呢睇定嚟睇定嚟啊。咁、嗯、啊。唔急嘅、啊。Anyway, 都祝你哋幸福啊，祝小朋友啦，下個月就呢個六一兒童節啦，祝小朋友呢都幸福快樂。開心開心開心㗎、啊。啊呢、這個 friend 呢就屋企呢洗手間嘅鎖呢壞咗啦。發現呢出唔到嚟啊，掙扎咗。其實都好閉翳嘅呢件事。出唔到洗手间，出唔到嚟噶嘛？咁啊，挣扎咗阵间咧，就放弃咗啦，就开始冲凉啊！就开始冲凉啦，去角质啦，浸脚啦，咁样即系尽量喺洗手间入面消磨自己嘅时间啦，系嘛？OK 啦，你慢慢啦，都几好啊！系啦系啦，以为咧过咗两个钟，最后咧老公翻嚟啊，发现咧我喺入边咧已经五个钟啦。哇 ，OK 喎，佢真系可以挨五个钟啊！洗手间又咁多嘢玩嘅咩？系啊，哇，真得喎，好多角质啊，自己都哇啲水混浊晒，再嚟一盆。整咗两个人出嚟可能哇五个钟哇真好多嘢玩喎、啊。出嚟称咗出嚟称下轻咗五斤轻咗半啊喂。冇晒角质啦喂真喂。唉咁、哎、即係全靠老公返嚟打救咗佢。唉咁、okay、啊最后即係但自己呢落在其中啊，即係五个钟头呢就雪声过咗去、哎、只係觉得两三个钟咁样。好嘅喂其实呢又係有问题㗎、嗯。因为点解呢，因为佢冇带手机入去噶，所以根本上唔知道时间。嗯哼，啊，反而你有嘢可以消磨你嘅时间。系、嗯，冇错啦。咁啊，而家咧入洗手间咧有阴影 啊，自己喺屋企咧一定要带手机入去啊，或者咧唔一定要带锁匙。或者唔关门啊，系啊，多少有啲惊啊，咁多个钟，下次冇咁多嘢玩噶啦嘛，短期内冇咁多角质啊，系啊。哇！啲角質會搞到啲地下水，呢個地漏都塞啊！通渠都上嚟嗰啲乜鬼嘢？五個鐘，真係佩服啊！唉，嗱呢個 friend 話：相低啊，最近有個問題咧困擾住我，我一米六，男生一米六五啊，但我同佢企起身咧，總係感覺咧我高過佢啊，即係覺得咧佢矮過我。天啊，我一直都好介意即係呢樣嘢嘅，所以遲遲咧就唔肯接受佢表白，好難啊！即係自己真係覺得誒冇理由我矮過佢噶嚇，啊對方表白啦咁樣，但事實上男生真係高過佢嘅話，你米六五，你米六。高你五公分啦、啊，冇噶女仔咧，因为咧，其实咧女仔会比较显高啊嘛，咁啊，第一咧就女仔嘅呢个，以呢个全世界嚟讲啦，女性嘅呢个头咧都会细过男性嘅头嘅、嗯啊，头一细咧就显高，显高，系冇错，面细就姑且勿论佢高唔高踭鞋啊等等啦，系啊冇错啦，咁你即系高咗五公分系未够嘅，系啊，咁有咩问题啫？我觉得一啲问题都冇、啊。咁但系佢心里佢就觉得唔得咯，佢心入边可能你关过唔到，所以接受唔到个男生嘅表白喎，点算？咁、哦、你咪换一个咯，你接受唔到，你问我哋，你自己都接受唔到，问我哋，唔通我哋话，唉，都好啊，咁啊，咁你就制咯。你劝下人哋，可能我哋一劝就制咧。唔好啦。嗱，心里边咧有呢样嘢介意。有条刺喺度。系啊，有呢样介意，你何必啫？系咪先？啊啊！咁你又冇理由逼个男生高啲啊？
系冇得逼嘅呢样嘢，冇得逼嘅高唔嚟啊！系啊，一个人咧，其实咧，我觉得咧就系、是、一个男仔咧叻同唔叻咧，同佢身高咧系冇丝毫一啲关系都冇嘅。系啊，咁我哋都见到好多历史上嘅名人啦、啊，伟人啊，伟人系啦，系啦、啊，都系即系身高咧、嗯啊，或者系坏人啊，希特勒咁啊啊，咁啊佢好鬼有号召力噶嘛，当时啊咁啊，咁啊，所以咧好多人咧其实身高咧都唔高嘅，系咪先？但一啲咧都唔影响佢喺历史上面咧所起到嘅作用嘅。啊或啊名留青史吓、啊，或好似希特勒咁啦吓，遗臭万年系啦，冇错啦。咁所以呢样嘢咧，我觉得咧，我其实。即係成日說服即係因為說服高過你個女生啊你打嚟啊！你打嚟！哎呀，嗱，喂，如果唔系有呢啲用啊，鬼啊又得闲储咁多对白咩？知咪边度了解咁多伟人啊、名人啊、坏人啊？O K 啦，吓系啦，咁啊，即系第一咧，睇下你信唔信服到自己啦。其实呢、嗯，即系心入边嗰关你要过嘅，如果过唔到，真系冇办法吓。系、嗯，冇错啦。好咁啊！呢、這个 friend 咧就可以生噶，但系咧唔知可以生几多个，佢自己咧就即系呢样嘢就系、是、一时之间就揾唔到政策，但系咧、嗯、就知道咧系可以生嘅两个，系啦系啦，啊即系姑且问你可唔可以生啦，其实即系大家再多啲时间了解啦，嗯冇错啦吓。好咁啊，這個、呢个 friend 咧就亲身经验啊，我老公咧系二婚嘅，女咧就跟咗佢前妻，但系咧只要系有前科嘅，咩叫有前科？即系生过嘅意思啊？结过婚，结过婚，结过婚啊！哪怕咧唔系一齐生活啊，两个人之间咧，点咧都会有啲隔膜嘅。啱啱开始嘅时候咧，系需要时间咧嚟磨合嘅，咁样啊，系啦，咁啊，何况咧我哋呢两个 friend 之间咧，仲有咁多个小朋友嘅存在吓、啊。其实系真系需要磨合嘅，咁啊，嗯、啊呢、這个 friend 话呢个女生发嚟，佢话我1.65米同佢1.70米啊，我都会有咁嘅错觉啊，嗯、即系男同女之间争5公分咧，系啊，系唔够嘅。啊，所以、啊、即系男生系显得唔够高嘅，如果高5公分而已嘅话，啊、所以咧，好似我啲咁中意爬树嘅咧，我全准备好晒对白啊，我全部咧都揾高过我嘅，咁啊稳阵啦，系嘛，头先唔使话俾你睇上去点啊，你根本就高过我。你根本心里边唔会有呢个疑问啊。唉，又系一种办法啊，系啦，冇错啦，真系。呢个逆向思维啊嘛，姐，唉、哎，你唔好谂咁多，系嘛，摆你高过我，谂咩啫你？唉，呢个 friend Hugo， 上年啊高考前咧，我留言过同女神咧大学见嘅，咁诶，咁啊犀利啦，嗯，结果咧高考成绩出咗嚟啦，我哋两个咧同分啊，佢咧就佢咧点啊，咁有缘分嘅，系啊，几好咧，系咪先？大学见咁啊，佢咧就去咗港财，我咧就嚟咗港中医咁啊，咁啊几好啊吓，咁啊。嗯，两都搵到钱啦、啊，准备表白嘅时候咧，先至发现咧佢嘅男朋友咧读紧高二。喂，我真系我哋写微博嚟嘅 friend， 太唔好讲太，当时专注于你高考啊，忽略咗敌情。喂，你点都唔会谂到，系咁系啊，旧年个男仔读紧高一啫，系咪先？你点会谂到个高一嘅男仔系你嘅情敌咧？系咪先？喂，两个人同分都唔系缘分啊？系啊，咁啊，佢话咧而家咧咁啊，可唔可以教几招挖啊长脚咧？咁嗱，我同你讲啊。啊！我同你讲，咁啊，旧年咧，同你讲呢个大学见，嗱，果然啦，你哋两个同分啦，系系啦，咁啊，至于咧，至于大学见，咁啊，呢样嘢咧唔系即刻见噶嘛，系咪先啊？咁、嗯、我相信一个女仔咧喺度读紧呢个大学，而一个男生咧喺度读紧高中，佢哋嘅感情咧，其实咧好快咧就因为咧两个人所面对嘅事物唔同啊，人事物唔同咧、啊，会发生改变嘅。啊，简单嚟讲系好脆弱嘅。冇错，系啊，即系先，即系可以不击都破啊，唔好话即系一击即破啊，冇错啦。而且你谂下，出年呢个男仔又要高考啦，系啊，嗯，所以咧中间考到都未知啊，
吓、啊，考唔到就得闲咯，阿志。哇，社会青年啊，逆向思维，逆向思维，阿志啊。我哋而家除咗有呢个底线思维之外，仲有逆向思维，知唔知啊？各种思维都有啊。系，冇错啦。咁啊，咁咧就呢样嘢咧，所以咧，我觉得咧就不攻自破啊。咁啊，孙子兵法有云啊嘛，系咪先？啊，不战而屈人之兵，系咪先？吓、嗯，咁我相信咧，好快好快咧，佢哋咧就会分手。而呢个时候咧，其实你嘅叫长脚嘅方法咧，就 keep 住同佢嘅联系，唔好因为一个讲财，一个讲中医啦。咁啊，地理上嘅呢个物理上嘅距离咧，造就咗你哋心灵上嘅距离。嗯，唔可以噶，系啊，绝对咧唔可以咧，就即系放弃呢样嘢。因为毕竟咧，即系高中同大学咧，系即系两个维度嚟嘅。系，所以喺呢件事上咧，真系唔需要担心。系、啊，冇错啦 ，keep 住同佢联系啦，多啲揾佢倾偈啦。好快咧，佢咧就会觉得咧，你比佢嘅男朋友要有趣得多噶啦。系啦、嗯，啊，所以呢件事咧，放心。嗯、有信心咧，先可以赢吓。系咁啊！哇，呢、這个 friend 列举咗啦例子系嘛？咩王祖蓝啊、洪金宝啊、曾志伟、甄子丹啊，佢哋个老婆都比佢哋高。系啦，冇错，你睇下系咪先吓？活生生嘅例子系嘛？系啦系。哇，呢度呢啲一个个都系巨星嚟啊！系啦系啦，大家都知啦，系咪先？啊，所以无使即系唔使担心。系咁啊！呢、這个 friend 话郭富城嘅老婆比佢矮。好好多人嘅老婆都比佢矮啦，系咪先？点解举啲咁嘅例子咧？系咪先？啊，真系！亲爱上帝，多伦多嘅 friend 嚟报道啊！我有一个好爱我嘅老公啊，系你哋十几年忠实嘅 friend 噶，每期不漏噶。我哋恋爱认识十八年。我哋认识十八年啊，恋爱十二年，结婚六年，系嘛、哦？其中咧异地异国咧九年哦，但系从未谂过咧要放开过对方，希望全世界咧都可以一定放过你啊嘛！我就系要跟住你啊！希望全世界都可以拥有自己嘅爱情，满满正能量，拥抱全世界。我哋听紧直播啊，求读出咁啊！系读出咗啊！呢个 friend 叫勇敢的小肥 Q， 要努力减肚腩，系、啦，哇，真系幸福啊！系啦，啊我以为你话系啦，女仔应该减肚腩嘅，同样需要啦。其他地方唔好减啦。系咁啊，祝你幸福啊！继续幸福，越嚟越幸福啊！好咁啊，呢、這个 friend 咧就话呢、這个 friend 咧就话咩话？哦，相弟计划咧趁住双春兼闰月咧，今年十月份咧就摆酒席嘅。无奈咧疫情嘅原因啊，而家要延迟到出年啦，连婚纱相咧都冇办法出外影啊！求相弟咧开金口，祝我咧早日怀孕，然之后咧我明年可以咧连同 B B 啊满月一齐拜咁啊！哇，哇太好啦！系啦，咁啊，虽然咧时间有所推后啊。但是幸福一样是咁幸福嘅。係冇错啦吓。嗯咁样。好咁啊呢、這个 friend 话咩话呢个 friend 话 Dear Hugo, 睇咗呢我同 Boss 仔同星座我老公同你生日差两日嘅份上。咁啊。係望读出啊十几年前嘅老低迷嚟报道啦早知你今日去太古汇呢我就唔休息啦。我等你啊。啊咁啊咁样呢、這个咩翻去OT 啊翻去啊朝圣啊偶遇朝圣啊咁啊多个咁多个男神之中呢我淨係朝圣个紫华神咋紫华神咋我老公呢就喺太古汇楼上嗰间百年老字号俗称狮子银行嘅国际银行哦汇丰啊係咪、啊，犀利啊！吓，系咁人海茫茫，我哋总有机会相遇嘅，亦总有机会咧遇唔到嘅，见面不相识嘅，呢两个机会系并存嘅、啊，擦肩而过。系咁啊，咁啊，知道我系你心中嘅男神啊！唉、哎，简直真系令我今晚好兴奋啊！啊 ，Hugo 阿志求解啊，我六月底生日嘅，点解我男朋友今日会送我生日礼物呢嗯，哇，即系五月底啦，唔知五月下旬啦，嗯，哦，六月底先生日，点解咁要到时再送多份？记错咗咯，或者你研究一下系咪你旧历咯？好多人唔知道自己旧历生日噶，字你知唔知啊？我唔知道啊，几月初几你知唔知啊？我知几月初几我真係唔知。咪就係啦。可能老公有心 啊。或者会諗住到时再送多份呢。其实三种可能性嘅啫。第一呢就係、是。
记错啦吓，唔记得咗。系啦，记错唔紧要啊吓，以为五月底啊，其实六月底。咁你咪同佢讲呢个系 rehearsal 咯，系咪先吓？系咯系咯，欢迎嘅呢件事。呢件事欢迎啊，到时咧再上呢、這个啊，再上呢、這个呢、這个戏玉咁啊。咁、呢个第一啦，第二咧就系、是、咧就系、是、呢、這个帮你过旧历啦，你自己唔记得咗啊。咁第三样嘢咧，可能咧就系从今日开始，每日送一份，送到六月底。啊！你而家咧主要做嘅事情咧就系太乐观。嗱，我而家讲紧嘅咧就系我哋而家女主要首先咧就要将呢件事咧变为现实。系啦，要 push 俾呢个男主。系冇错啦，就是、哎呀，多谢你啊，老公，我六月底生日，你从今日就开始送啦。从今日开始咧，每日一份礼物俾我，我知道你系咁谂嘅。啊，有对方系嘛？系啊，骑虎难下。冇错啦，唔通我讲嘅记错啊？系咪先？打死唔所以咧，嚟啊，吓有着数啊，系啦系啦吓，到时等你同我哋分享啊，每日一份。系呢、這个 friend 话 Hugo 啊，点解唔赞成同居嘅？我男朋友咧，叫我六月份毕业之后咧，就去佢屋企同佢一齐住。我有啲唔想啊，但系佢好想咁、啊、样。佢梗系想啦、啊。试问边个男仔唔想？话毕业就嚟啦嘛，咁样样。咁如果女生唔想，我当然即系其实。都需要理由同嗰个男生讲嘅。唔系，佢而家女生犹豫紧咯，可能咧就又想又唔想咁样。但系咧，啱啱听我讲咧，其实我哋17年嚟咧，似乎都未曾咧好赞成过同居，所以咧突然之间就想听我哋意见，点解唔赞成同居？系嘛？咁佢男朋友如果知道呢件事咧，就肯定要责怪你啦。唔系嗱，讲自己嘅啫，我哋呢个节目系咪先完全冇代表性嘅？系嘛？一定冇啦，系啊，小助理凭咩有代表性？系啊，系我讲自己嘅啫，即系有时咧，你同居咧，嗱，我同你讲咧，到咗一定阶段咧，或者我觉得可以，但系咧就好似你咁样啦，啱啱大学毕业出嚟、正如咧我哋啱啱正话咧今晚读嘅第二封嘅 email 咁样，咁好易即系同居啊，一唔小心啊有咗，当然啦，唔同居都会一唔小心有咗嘅吓，但机率咧系咪会低啲啊？系咪先？相对而言。低啲啦咁啊咁啊就唔想话因为有一个 BB 就即刻呢喺啱啱大学毕业嘅时候呢就会即係草率结婚。係啦好草率咁结婚好似对上一封 email 咁对上一封 email, 佢哋唔係因为呢、這个有咗 BB 先结婚嘅、有咗 BB 好似结咗婚四年先有 BB 嘅係咪咁所以呢我唔想话你喺度未认清一个人之前呢就同佢同居。当然啦如果你两个呢都好互相了解啦，两个家庭都好互相了解啦。呢个时候同居咧，我觉得咧就准备结婚啊，之前啊再做一个适应嘅适应期训练咁啊。我觉得呢样嘢咧系可以理解嘅。但系咧，如果话而家一毕业三唔识七就去佢屋企同佢同居啦。嗱，我知道咧好多我身边嘅同居嘅例子咧都话譬如话大家屋企都唔喺广州咁啊，咁咧经常咧就以呢个经济条件为呢、這个为呢个出发点噶嘛。系，喂，两个人租两间屋，梗系唔够两个租。一间屋底啦，咁啊，系啦，咁啊，又唔使送嚟送去啦，两个人啊，大家都唔喺呢度，咁屋企喺度一齐啦，咁啊，系啦，咁但系你唔同，你系去佢屋企，系咪先？咁样，喂，你谂下男方嘅呢个屋企人系点样睇呢件事嘅先，系咪？啊，其实我觉得嗱。其实我觉得我唔知点解啦，我可能喺某啲方面我几老土㗎。我觉得呢如果有一日我代入自己咁諗下如果有一日呢我仔係带咗个女仔返嚟住嘅。係。咁我其实我。但係其实你会点諗呢我会唔系几开心。我会即係虽然你表面上唔拒绝。我拒绝。即系唔俾个仔带佢翻嚟，我梗系会同佢讲啦，我梗系会同佢讲啦。我话大佬嗱，你咁样即系喂大佬，我即系呢个我从细公书教学咁多年啊，咁啊，喂大佬你点样搞啲咁嘢翻嚟？首先你有冇谂过你带一个女仔翻嚟同居啊，见住你父母其实系会唔会尴尬嘅？系咪先呢样嘢？因为呢样嘢你同佢拍拖拍几耐先？系咪先？系嘛？咁另外咧，人哋父母系点样睇啊？系咪先？到时如果万一你哋分手，人哋父母会点样睇我哋呢个家庭咧？啱唔啱？系啊，唔知你话偷偷摸摸带翻嚟住一晚半晚，我当睇唔到。暂知啊，暂知啊，开夜你好似听到个声咁啊，都由佢啊，都由佢啦。咁呢样嘢咧冇办法啦。即系你光明正大咁，即系一齐住嘅话，即系你会系持反对意见。我觉得我要同对方家长沟通啦。
咁大件事搞到，系啊，同、啊、我仔倾就得啦。唔系，即系如果你一定咁住，一定你好坚持，咁我又一定要同女仔，首先同女仔沟通啦，系咪先？第二就同女仔家长、父母沟通啦，系咪先？咁呢样嘢你同唔同意噶？咁啊，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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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嘛？Okay, okay. 如果對方介紹，冇所謂嘅，我哋咁啊，佢兩個好就得啦，咁啊，咁啊，另計好開明啊，好開明啊，係咪先？变咗我好似好老土，不真系老土嘅事咧，你要做噶，有时真系咪先吓？系啦系啦，即系有时咧，即系传统，真系唔等于老土嘅。嗯，系、啊，即系你会喺呢方面，你会即系一定啦，即系比较抗拒嘅。喂，梗系抗拒咧，因为我个女噶嘛，你要谂系咪先？如果我女，喂，失惊无神唔同，失惊无神啊，即系毕咗业之后啦，翻屋企住啦，系啊，唔系，即系唔喺呢度读书计啦吓，唔喺广州读书喺第度啦，咁啊读书啦，咁啊然之后咧就毕咗业喺度留喺嗰度做嘢啦，跟住。同我讲，跟住去咗同佢个男仔屋企同居，嗯，系咪先？咁啊，对方家长咧、嗯、又即系又好似好漠视我嘅存在感咁啊！你明白咩？喂，嗱，我会觉得好蚀底噶嘛？喂，嗱，我系想问下，即系如果佢唔系去佢男仔屋企住，嗯，即系佢屋企家长唔喺度嘅，系你系会同意啊？我梗系都唔同意啦，自己个女仔又冇所谓啦。嗱，我都翻翻去即系开头嗰句啦，双标啊，人一定系双标。喂，但系咧嗱，你真正，如果我仔同人同居咧，我都要同佢讲清楚呢样嘢，我都希望你真系需要讲俾你听，即系你需要有责任嘅。系，同埋咧，我都希望系对方父母系知嘅，嗯，系咪先？知而且同意，系啦，系嘛，系啦，啊啊，所以呢样嘢系要即系要稍微慎重考虑下。嗱，我同你讲啦，其实男人咧。喺呢个世界上边咧，一个努力好上进嘅男人，嗯、啊，佢会衰喺边度咧？好、嗯、多时候咧就识字头上一把刀嘅啫、即系呢方面咧一定要警觉啊！大佬，你而家睇嗰啲咩绿地集团啊，嗰啲咩爆出嚟嗰啲嘢系咪先？系啦，好地地系咪先？啊，都系咧，嗱又今日我睇又唔知咩银行高管啊，嗰啲反正有 Bang 哥嗰啲啦吓，啊类似咁样唔同银行嘅佢啲职位咧，就经常会出现呢啲问题。嗯、其实你自己其实呢样嘢，所以我特别原谅阿 Bang 哥系嘛，冇办法佢喺呢个位，真系冇办法，唔关佢事啊，唔系佢人品嘅问题，系咁啊，咁所以咧，其实咧呢方面咧一定要注意咯，如果唔系咧，其实会好伤神啊。咁、嗯、你自然咧，你喺工作上边嘅呢个付出咧，就会受到影响噶啦，即系会分心好多。系啊，系啊，真系噶呢样嘢。嗯，系啦，呢个 friend 话兄弟啊，去年年底咧，我办公室有个男仔追我，但我觉得呢个人不靠谱啊，因为咧佢成日都撩单位嘅女仔，拒绝咗佢好几次之后咧，可能伤咗佢啦。今年过年之后咧，佢变咗低调咗好多，唔到处撩咯，亦都唔撩我咯。其实咧，我除咗唔中意佢到处撩呢点之外咧，其他都觉得佢唔错。咁、你觉得我？需唔需要主动撩下佢咧？咁样，哇，反而咁样样，对方低调，自己觉得，哎呀，改好咗咯，我想撩下佢咧。喂，会唔会只引狼入室？真系唔知道，忍下啦，其实都可以倾下偈嘅。系，冇错啦，可能有时大家唔知道对方。正点报时，北京时间23:00。